五月十四日是母亲节，昨天有网友在上海恒隆广场偶遇郑爽，说是在给妈妈买母亲节礼物，很有孝心啊。郑爽一身黑色 look， 戴着棒球帽、短发，还穿着阔腿裤，据说已经为新戏增肥了20斤，你能看出来吗？郑爽与妈妈在 LV 店里细心挑选，东挑挑西看看，送给妈妈的一定是最好的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店内的商品都价格不菲，该网友还描述了偶遇郑爽整个经过，这位网友要求合照被委婉拒绝了，不过粉丝们都表示理解。耿直的郑爽在娱乐圈是一股清流，喜欢的会更喜欢，不喜欢的就越看不惯她的作为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一个人做不到让每个人都喜欢的，做最好的自己，快乐就好。